开始。哇，朵朵你在干嘛？我在挑衣服。在挑衣服，我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一台好精致哦。那你裤子要不要弄整齐一点啊？有呀。有。哇，在挑衣服的宝宝好棒哦。嗯。啊，里面还有。好，里面再烫一下啊。你会反折裤子对不对？你刚才请问有收玩具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，先把裤子烫好，裤脚给它弄好，然后等一下再烫一次，好不好？嗯。等我烫一下哈。嗯。好，把它再烫一下。再等一下吧。好，对，先折好。要小心烫，因为它不会烫伤。对，才不会烫到手哦，好专业哦，好棒哦！你先洗，你洗好了，好，他在烫衣服啊，他好专业啊。嗯。嗯，好。烫好了。烫好了啊！你那天有用吸尘器对不对？对。